System Open Files。哎，我没有看到 Reason File， 太奇怪了，应该有 Reason File 才对啊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开这个档案的，4:15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去测部间距。奇怪，等一下 ，Reason File 真的没有吗？咦，好奇怪啊，每个版本真的差很多。那这边呢，你看哈。我们现在去抓部间距，部间距呢，第一个先秀多边形。那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上课做呢？因为你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是跟这个，跟我这个范例是不一样的，超多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说作业一定要上课做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这边呢，现在 curve tool 改成 EP curve tool，EP 哦，点它的 option box 设 one linear， 然后再开贴附点。贴附点，EP curve 是 one linear，OK，这边呢现在贴附什么？贴附那个关节，什么关节？逆向关节，这个是 inverse main joint， 这个，这一根哦，你觉得看起来很诡异的这个，这是怕我们走路会滑步，这以后我们再解释哦，因为我们还没有上 rigging， 就是骨架控制器哦，所以你可能有点搞不太清楚，这边呢是点第一个，再点第二个，有没有？Enter， 所以用这个东西来算部间距 ，OK 吗？然后这条线呢，要现在怎么处理呢 ？Enter 完以后呢，你看哈，这条线在第15格的时候呢，它是这样子。我们先切到选取工具，我选它，然后我要切到移动工具，这个关掉，贴附曲线。为什么要贴附曲线呢？因为 D 按着不放，先把中心点 D 按着不放，知道是什么？移动中心点啊。先拉到大概线上面，放开左键，第一次 D 还是按着不放，第二次拖拉，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可以移到线的终点？然后呢，这个轴向是 Z 轴，有看到吗 ？SYZ， 这是 Z 轴，这个方向是 Z。如果是 3D Max 跟 Blender 的话，就是朝上。我们这边呢，现在先看它的 Channel Box， 它的Scale Z 是 -1， OK 是-1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15格的位置，有看到吗？哦，然后再来这条线 ，Ctrl D 复制哦 ，Duplicate， 贴到哪里？贴到点上哦，这不要贴到线，贴到它的 pelvis 骨盆关节哦，贴到骨盆关节以后，切到上视图，你的骨盆在下一格的时候应该是移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所以要怎么办？因为它是 Y 边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方向，这个轴向是 X， 所以你 scale X 要改成 0， 改成0以后呢，你看好，我们现在看，我们有两条线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移到第15格 ，OK 吗？走路循环我们抓30格，所以呢，你看啊，选到这个控制器啊，它现在不要贴附点了，我们先大概贴附线好了，贴附线，先把它拉到大概是线的上方。OK 吗？第一次先拉到线的上方放开，然后第二次拖拉，有没有看到？它的关节已经被拉开了，先不要管这件事。第二个选到这个大圆 Global Control， 就是控制骨盆的那个比较大的控制器，这样拉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15格的位置，有看到吗？我们这边现在把多边形显示出来 ，Show All， 有看到吗？好。然后再来呢，这两个角的控制器要颠倒，一个是 heel rotate， 脚跟在 X 轴方向转15度，另外一个是那个ball joint， 就是这一根转30度 ，OK 吗？要颠倒。所以呢，你看到、哦，我们现在第一个贴附功能先关掉，贴附功能没事就关掉，没事不要开哦。弄完了就赶快关掉。我们这边现在第一个先把这个属性先改一下 ，ball rotate 0 ，OK， 然后再来是 heel rotate。应该是 -15 OK， 这边呢现在要你可以直接先按 S 一次，或者是我跟你讲啊，你按 S 就是什么东西都设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按右键 Key Select 设关键，设在你选的属性上也是可以，看你可以吗？就是资料量大小差别而已。那这个的话呢，选起来这个是0嘛，然后 Borrow T 应该是30，对。
所以这边的这两个位置，看你哦，你可以按小写 S， 或者是按那个 Animation 里面的 Key Select Key， 有看到吗？好 ，OK， 我先把，他帮我全设了，好吧，然后再来是这个、哦、手臂啊、哦，手臂的话呢是这样，这个设了吗？哦，这个 Translate SYZ 也设了 Key Select。再来就是手臂哦，手臂的话我跟你讲哦，因为其实基本上谁会记得起来，所以呢我会这样子做，我会打开我的 notebook，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做一个 就是 cycle， 所以呢我会打开我的 notebook， 然后我这边呢会去记一下那个它的 rotate， 所以修 polygon 关掉，我会先选这个，然后看它的 rotate SYZ 应该是，我跟你讲哦，关节的轴向要怎么看啊，你没有学过吗？如果没有学过，这个要记起来，这个超级重要。切到这个 component mode， 然后第二个是切到问号，我们看到一个问号，按右键 local rotation axis， 我们看到，所以手肘的旋转轴向其实是，这也是 y 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也是 y， 有看到吗？哦，这边也是，哎，对啊，他不让我选，切到物件模式。选这边，然后再点这个 Y， 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好都是 Y， 所以切到物件模式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要记得就是 Rotate Y 而已哦。所以从我们刚刚那个 Notepad 这个地方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 Rotate Y 是第一个，42 Control C， 我先记一下，然后第二个，我只要记 Y 轴就好。既然是要循环，那就不太适合数值会出错，不能乱设。OK， 然后再来是这里。OK 吗？最后做一个 Notepad， 谁会记得起来这种数值？贴上。OK， 哎、欸，我没有贴上。贴上 ，Ctrl C， 或者 Tab，Ctrl V。OK， 所以你看啊、哦，这边现在开始选哦，选到这里以后呢？这边开始要颠倒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负32.329，而且是 rotate y， Ctrl V， Enter， 然后这个 rotate y 应该是0 ，OK 吗？所以你看啊、哦，我现在呢，其实我还没有对整个动画设关键的 keys set key， 我没有这样做、哦。我现在呢，先选上面，然后再做 rotate y key select。Key select， 有看到吗？然后再换这个 Key select， OK， 换这里。这边的话呢，因为刚刚 notebook 有些负32.329， Ctrl C， 所以这边应该是，哎，对啊，这个我错了，这个、应该是这个42， Ctrl V， Key select， 再换这一只。这边是负22.976 ，Ctrl C， 这个 Y Ctrl V， 这边 Key Select，OK，、okay, 所以我们现在看哈，这边 Show All 全部看得到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一段1到15，哦，所以少 Key 的什么？前面这个地方没 Key 到了，北七的要死，我还北七。所以这个时候要做什么？这个我看一下哈，这个是要 one， 然后这个地方要，我第一格居然没有收到 key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？贴附曲线，然后多边形要关掉，多边形要关掉，没关系的，一天到晚都出问题也是正常。那这边的 translate SYZ。Key select OK， 所以，哎、欸，所以第十五格我又没 key 到了，可以杀人吗？真的很想杀人，因为是scale 这是什么 scale z minus one， 哇，这是不是我的 character set 没有这个？我没有开 character set 啊，我得七啊，愤怒啊 ，OK 好，就是
喊了一下就算了，反正我还能怎样 ？Key select， OK， 对吧？就这样子 ，OK 吗？一到十五格，所以 Character Set 一定要开哈，因为我刚开档案我又忘了，你每次开档案 Character Set 就会跳掉哦，赶快存档。这是 D A 零二这个 File Increment Set， File Increment Set， 所以编号是003。OK， 我们现在把模型打开来 ，Show All， 好，这边看一下，嗯，就这样子，可以吗？现在切到测试图。哎，这边也是有问题，我看一下哈。因为我刚刚没有切到这个 Character Set， 导致它出了一大堆问题。这个第一格应该是怎样？我看一下哈 ，Channel Box 这边 Hero Rotate X， 这是对的 ，Y Rotate 应该是 0， 所以应该这个 Key Select， 对吧？这两个要 Key Select， 然后这个后脚应该是。Hero rotate 应该是 0， OK， Bar rotate 一 Home Control 键这样选 Key Select， 一二 Key Select， OK， 好，第四个，哦，对，没错，这样对，好，来，大家先做一下，我先存档，是不是？看有什么问题跟我讲啊 ？Character Set 一定要设哦，没设就会跟我一样，在耍白痴的状态。